关心嘉义市集的亚南入营的情形，市长黄敏惠日前伫民政处长刘美芳、区长陈文鼎、柯明钦以及军人服务站站长张敏等人的陪同之下，亲自到市立体育场来欢送亚南入伍，并且致敬电话卡。市长黄敏惠讲，入伍是训练，也是磨练，全程前来献上满满的祝福，相信大家在受训练了后，生活磨练会更成熟，更无同款。这次欢送的对象是陆军第0098特处伤兵兵军事训练亚男，总共有100位。市长黄敏惠表示，送囡仔入伍时，伊拢有妈妈的心情。大家是民国83年以后出生，因为亚情的改变，现在做兵是4个月。但无论如何，大家也是要克服内心的恐惧。做兵是国民应尽的义务，也是责任。爱将做兵当作是人生的磨练，希望大家借这个机会有所成长。在这里，同时也感谢家长能够把最心爱的心肝宝贝送到这里来。那我们当然有最好的联系，市政府是满满的祝福这些孩子们。经过这一个服兵役之后，他会人生会更大的不同，体格也会更健壮，更重要的也能够跟他所有的同期的所有的好朋友成为人生重要的盟友。那我们也祝福大家，希望他们能够快乐入伍，然后平安退伍，那未来人生大家都很快乐。那我们也期望大家一起加油，感谢大家。市长黄敏惠也提醒亚南，现在时序进入夏秋季节，天气依然非常炎热，要加饮滚水，保重身体。有机会就打电话回家，让父母以及家里的人安心放心。也希望亚南若有身体感觉不适，应随时向部队反映，得到适当的医疗照顾。并基于亚南在服役期间遇到各种压力或者管理问题，要以成熟的态度寻求协助，妥善处理问题，不要让处理的人担心。伊也祝福大家会当快乐入伍，平安回家。新闻台的孙嘉义市采访报道。